知道你特别想知道他现在的情况，又不好开口问。放心吧，他状态非常好，我觉得不需要我们帮他什么。那他是不是又说什么难听的话了？说什么难听话我都能听着，反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。过两天他就跟那个霍小姐结婚了，当新郎官去了。哼哼，行了，我困了，你也快点过来吧。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，难得有人这么一心一意的对你，我这心里确实有点扛不住。行不行？我怎么吓人了？哎呀，原先我还指望着这姓马的混好了，对他是个威胁，没想到他自己就混成这样。哎，以后这姓沈的就没人管得了他了。哎，妈。你吓我一跳。哦，对不起，渴了，想喝点水。啊，我给你倒去。嗯，我给你倒，我给你倒，我给你倒，我给你。谢谢。没事啊。你在这儿，我拿水得着。你也别想太多。从今往后，你和我，咱们俩，加上小姨还有咱妈，我会加倍对你们好。咱们踏踏实实过咱们的日子。